稍等哈，我给你看看。哎，院长，东岸的各位长官，哎，县长，我们现在这条是太平西，太平西。现在我们县的中央已给县管核算，就太平西、立嘉西、都城西。我们现在这个太平西，现在我们这个台东县管的核算是29条，全部长度是353公里，占了全省的县管核算有1/4强，27%。对，这个是关到台东市啊，这两个都是台东市啊。那我们台东市的这个，现在我们就是真的太平溪公尺。那我们当前的危机是。第二个坑里被淹水，它的水。